上次也遇到一个头胎母牛，也是这样的问题，也是不让牛都喝奶，就是后腿拼命骑，骑小牛犊，你看又把它弄翻了，那个腿啊在那拼命骑，发现一个很有用的东西，一个棍子解决问题。这个牛啊还是怕打，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，这下安静了。实践出真知啊，一个棍子解决的问题，并且是屡试不爽。棍子只要放在这里，他都安静了。把棍子一拿，那家伙吓得要死，也不骑了。这个方法绝对不错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你那个绑腿呀、啊，还要有效果。